第八题，一研究人员在湖中探勘，他所在的位置为 P 点，湖中甲乙丙丁各点与 P 点的距离如图所示，若水流的影响忽略不计，则研究人员由 P 点出发，移至下列哪一点所受的液体压力大小的变化最小。我们知道液压的公式呢，叫做 P 等于 H 乘以 D， 液体的深度乘以密度，我们可以假设湖水的密度是一样的，那我们的甲跟丁呢，它们的深度若变浅，所以它的压力会变小，而我们的丙的深度会变深，所以它压力会变大，而乙呢，跟我们的 P 点在同一个水平面上，所以深度一样，所以压力一样，也就是它压力没有变化。所以第八题我们说，移至下列哪一点所受到的液体压力大小变化最小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乙它没有变化。